诸位同学，大家早上。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沙弥利尼要略真注》第十六页第二面倒数第四行。十六页第二面倒数第四行，这个要略呢，最后一段啊，一可不介于。是要略的最后一段。刚才老和尚有指示啊，说这个巴西那个预言家的这个九月的灾难呐、改期了。那老和尚特别交代啊，我以为说我们可以放假回家，结果他老人家说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说明我们大家发心了、习斋了，有了效果，要继续不断的做下去，我以为说，这算可以了，你们回去放假，不用再来了，结果还是要继续做所以大家回去不要就不来了你不来声就讲一声，我也不来。那老和尚也非常重视这个灾难啊，那么这一次的确啊也有这个效果啊，的确这一次这个奥运啊的确是保住了。那照那个巴西预言啊，是这个九月十三号这个9.1级的大海啸前面有很多地震会影响到奥运的举行。那么我们看到那个5月12号四川那个地震已经吃不消了那这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呢是有减轻的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四川地震之前就开始做这个习斋，做18天，是有减轻，是有减轻。如果这个习斋更早做，可能灾害有减到更轻，反正是因缘就是这样。4月25号开始，这个这样也总是有做比没有做好，一定有它的效果，这是我们一定要大家要肯定的，不然大家呢每一天呢辛辛苦苦的，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没有这些效果，那我们做的就等于没有意义了。那么有了这个明显的效果啊，那这个说明就像江本博士水实验一样，这个境由心转，灾难也是人心造出来的，那么要消灾也是要由人心去消灾，都要回归到人心。那么灾难完全避免了，是所有的人大家都觉悟了，都回头了向善，大家一起来做消灾，当然这个灾难是肯定可以完全避免。但是呢，有少数人觉悟，还有多数人不觉悟呢，会减轻会减轻，那这个也是一定的肯定的，这个也不用怀疑的，是肯定的。好，那我们老上刚才讲的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做这个不可以放假这个这句话是重点，这句是重点老上说，如果大家要掉以轻心了，又不做，那灾难又要回来了那时候我们就逃难都来不及了好，那我们今天接着看这个不杀生这个要略真注这个最后一段这个一可不介于好，我们接着看这个真注一是慨叹之声，以是以莫之耻，亦是叹词。
为杀生之罪，苦报无量，穷劫受殃，诚可悯伤，则不可不为切戒。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个前面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这个一跟语啊这两个字啊。这个一啊，念一二三的一。这个真注里面讲，这个是慨叹之声。慨呢是感慨，那么叹呢，我们一般讲像一种叹息啊。我们常常啊，人呢、有时候遇到哪些事情，觉得很无奈啊，或者是让人呢很感慨啊，那么就发出这样的声音。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这个又讲表示伤痛的语气，依这个意思。那么文理在先进篇呢、颜渊死了、就是颜回死了、那么夫子啊就很伤痛，说依天上与天上，表示啊这个哀伤、伤痛的语气。那么第二个意思是表示惊叹的语气。那第三个呢是心不平啊所发出的声音，心不平，所以叫一啊，这个是慨叹之声。那么这个莲池大师的要略呢，那么这个每一段它后面都会有这个一个字。那么语这个字是语末之词啊，就是这句话呢最后的一个言辞，意是叹息啊，那么也是一个感叹的一个言辞啊，一可不介于这样一个语气啊，是语末之词，也是感叹的言辞。那感叹什么呢？为杀生之罪，苦报无量，穷劫受殃啊，诚可悯伤，则不可不为切忌。感叹的意思就是这个。感叹什么呢？为杀生，杀生这个罪，他的苦报呢无量，这个苦报呢是说不完的啊。穷劫受殃啊，这个殃就是灾殃、灾祸的意思。像这个《易经》坤卦里面文言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殃啊就是灾殃。常常遭遇到一些灾祸、不如意的事情，这是杀生呢啊，会遭遇到很长时间的这些灾难。那么我们读诵《地藏经》啊，地藏菩萨呢，若遇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树殃，树是带来的灾殃。我们过去生造了这个杀业，带到这一生来受果报。那么我们接受果报的时候呢，过去世的事情也都忘记了。那往往我们在承受这个果报、承受这些苦报的时候，非常痛苦，而且时间很长。那么在一般人没有学佛、不了解因果这个情况之下，难免啊怨天尤人啊，难免怨天尤人、那么怨天尤人呢，那么又加深这个业障，又在造业，
这个恶性循环啊，这个穷劫不断啊，受这个灾殃啊，不是短时间，算劫的。那么在三恶道里面呢、啊，那个时间长，啊，这个是特别指三恶道，在三恶道、啊，堕地狱、堕恶鬼、堕畜生。那现在人呢，他不相信因果，所以造了这些恶业呢，他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果报。那么遇到佛法呢，啊，听到别人讲，啊，他也不能相信，啊，也不能相信，啊，认为这都是迷信，啊，甚至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这是古时候啊，封建社会呢，拿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那么像这些种种的言论啊，都是对于因果报应的事实理论啊，这桩事情啊，他没有认识清楚啊，他没有认识清楚。其实因果这个事情啊，在我们眼前啊，这个现前社会上，你冷静去观察，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你眼前看到的，然后再往前推，往后推，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证实啊。根据你眼前看到，啊，你像我们读《无量寿经》啊，这个33到37节讲的都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些现状啊。那佛讲这些六道轮回呢，大家都不相信，未无有事。认为没有这个事情，这个在古时候就有了，认为没有这个事情。那佛还是苦口婆心的劝啊，因为讲这个六道啊，有一我们看不到，没有禅定功夫啊，没有神通你看不到。那么佛也非常慈悲，那你说没有看到的你不相信，那佛就指出我们现前，你眼睛、你周边，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接触到，给我们讲。那你相信不相信？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讲：“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互相哭泣，啊，一死一生别相顾念，啊，儿子比父亲早死，那父亲要哭，父母要哭儿女啊，那父母死了，儿女在哭父母。”啊，兄弟死的，啊，夫妻，啊，谁先死的就谁哭啊，啊，没死的哭啊，啊，那这事情有没有？啊，这个是在眼前的，啊，所以佛慈悲到了举出眼前，那眼前这个你都看到了，你都不相信，啊，真的是一残体呀，啊，没有善根。啊，所以这个杀生之罪，苦报无量，穷劫受殃啊，诚可悯伤啊。那么这个受报的这个灾殃啊，说也说不完，讲也讲不尽啊。诚就是说实在的啊，实在是可值得呢哀悯伤痛，则不可不为切记。主要重点就是在这一句话。这个杀生啊，不可以不戒啊！你不戒呢，那苦就有的受了啊！这个冤冤相报啊，越报的越严重，一世比一世严重啊！这是啊杀生的罪报啊。那么杀生这些罪报啊，善报。在《安世全书》这个《万善先知》这部分，也举出很多古今的一些例子啊，这些例子。那么下面举出《轮转五道经》啊，这部经《轮转五道经》啊，是佛说《轮转五道罪无报应经》啊，它具体的经体是这样啊，佛说《轮转五道罪无》。报应经，就这个五道就是六道，开合不可。
那么佛给我们说明了这五道轮转啊，或者说六道轮转，受罪啊，或者是享福，这些因果报应的经典啊，专门讲这方面的，是留受啊，留受三藏法师求那跋陀罗译。那么翻译的这个法师呢，不是中国人啊，是汉人啊，求那跋陀罗。那么这个有相关资料啊，要再去查这个《高僧传》啊，查《高僧传》。那我们这里啊，知道这部经什么时代翻译的，因为我们不是讲这部经啊，在此地就不加以详细说明。那么《轮转五道经》讲，为人洗沙者，后生啊做水上浮游之主。这个是在《轮转五道经》里面讲到这个喜欢杀生的人，你做人的时候呢，喜欢杀生。那么在这个经典呢、啊，有一个方面呢、啊，比如说这一句经啊讲的啊，我们也要留意。他为什么讲为人啊？这个有两方面的意思啊。第一个就是佛在这个人间示现成佛，主要是对象针对人道人来讲的啊，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啊，为什么我说为人喜杀？啊，我们看呐、啊，如果升到天道的天人，他有修这个上品十善，那十善业第一个就不杀生了，那天道不会造这个杀业。那么在畜生道，啊，也不容易造杀业，啊，畜生道顶多是大吃小。那吃饱了，它也就好了啊。比如说老虎吃一些小动物，它是肚子饿了，它就去抓这小动物来吃。那吃饱了，它就不想动了啊。你看猫抓老鼠了，那肚子饿了，它就去抓啊。吃饱了呢，啊，看它就趴在那里呀、啊，懒洋洋的。那么我们仔细观察呢，这些动物呢，它吃啊，也不过是填饱肚子，啊，它杀生还是有限的。那被吃的呢，那是还债的，啊，它当然不会造杀业，它只是受报，啊，它不会造杀业。那鬼道它也不容易造，啊，那地狱道呢，都是在受罪，它也没有机会去造这个业。只有受报，所以只有人道啊，这个五道里面只有人道啊，那最容易造杀业啊。你看人啊，他不是吃饱就没事了，他吃饱了他也杀着玩的啊，吃是主要一个，那另外呢，他也不一定啊，所以人呢。在所有动物里面是最坏的，啊，最坏的，比那个老虎还坏。老虎它吃饱了就不吃了，啊，人吃饱了它还要杀，它不是吃饱就不杀，所以人是最坏的。啊，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堕落三恶道大部分是从人道过下去。啊，因为在人道呢，在这个是算在这五道当中，可上可下。可上可下，那修行在人道也比较好修啊。天道太快乐了，他不想求出离啊。三恶道太苦了，也没办法，没有心情来修行啊。那人道啊，刚好苦乐参半啊，修行是最好的，在六道里面，人道最好，可上可下啊。那你要造业呢，也是在人道。要成佛也是在人道，所以这里特别讲啊，为人喜杀者，你作为一个人啊，喜欢杀生，
那后生呢，做水上浮游。啊，这个浮游呢，是一个虫类动物的名，它这个长度大概六七分。啊，那么那个头呢，是轻灵而略小，啊，好像那个蜻蜓啊，啊，那比较小一点，啊，也有四只翅膀，啊，它的身体很细，而且很狭，啊，大概在夏天、秋天之交，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它都是靠近这个水来飞的，那往往啊数个小时就死了，啊，所以这个浮游啊。啊，要讲这个朝生暮死，就它的寿命就几个小时，很短。朝生暮死，啊，那么这一类小虫我是没有特别去看啊。那根据这些资料啊，我们大概知道一个概念，什么？都是靠在这个水边，啊，去水边。这个在自古以来啊，都讲浮游啊，朝生暮死。那他为什么会堕落这个浮游这个呢？啊，因为呢，做人的时候喜欢杀生，啊，那么会堕到这个畜生道，所以在这个六道轮回的堕落啊，有的是从人道呢堕到畜生道、鬼道，然后地狱道。那有的是从一下子就堕到地狱道，然后再到出来，再到鬼道，再到畜生道，然后再升人道。这个个人的业力啊不相同啊，所以这个果报也不一样。所以浮游之虫啊，朝生暮死啊，早上生啊，晚上就死了，它的寿命就几个小时。这个说明啊，它寿命很短暂。寿命为什么短呢？啊，因为杀生来的。下面几处大论啊，大论云：佛言杀生有十罪，一心肠怀毒，世事不绝；二众生憎恶，眼不喜见；三常怀恶念，思为恶事；四众生畏之，如见蛇虎；五睡时心不故意不安；六常有噩梦；七命中之时狂步二十；八种短命啊，八种短命业因缘；九身坏命中堕于地狱；十若出为人，常当短命，如经所说，可不生戒灾。啊，这个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啊，有一百卷，龙树菩萨造，在姚琴三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啊。那么大智度论呢，啊，这是龙树菩萨造的，啊，它是解释大品般若经的，啊。那么这个，大智度论，佛给我们讲啊，杀生有十种罪报，啊，第一个是心肠怀毒，世事不绝。怀毒呢，就是这个心里没有慈悲心，常常怀着呢要毒害众生，啊，因为杀生有一种习气，啊，世事不绝，啊，生生世世啊，这个怀毒之心呢，啊，都不能断绝，啊，那么这个习气呢，我也蛮重，啊，这个杀生的习气蛮重，啊，所以读到这个佛经啊，自己在反省关照，啊，看看自己的习气，啊，这方面，啊，我个人，啊，偏重，那么世事不绝，那不仅就是你每生都会造这个杀生的业，越造就越严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社会上很多造这个杀生行业的这个都看得很明显，看得非常明显。我记得在大概18年前呢、啊，在华藏图书馆，有一次刚好除夕过年，那有一个同修呢，一个女众，她的哥哥啊喜欢钓鱼，然后有一天呢，她在路上就看到一条草鱼这么大，无缘无故活生生的在这个马路旁边。那么他本来就平常就喜欢钓鱼，那看到那一条鱼哦，他就很高兴，就把那条鱼抓回去。啊，抓回去呢，他就把那个鱼肚剖开，然后鱼胆拿出来，然后泡那个烈酒。啊，哦，他说这个吃的很顾眼睛的啊。结果吃下去之后就中毒了，那么送到医院。那个医生呢、啊，发出危险通告，有生命危险，不省人事了、啊。后来他妹妹有来到访听见，哦，就因为除夕，啊，大家过年，他就跪着在老和尚跟馆长面前啊，一直苦苦哀求，啊，要请两个出家众啊去医院给他哥哥皈依，他哥哥喜欢杀生，现在在医院病危了。后来我就跟顾行师啊，我们两个人啊，去跟他皈依。啊，那么皈依的时候，他眼睛有睁开了啊，给他皈依。那么告诉他呢，你以后不能再杀生了，哦，不要再钓鱼，不要再杀生。那么他也给我们讲点头，以后就不钓了。啊，后来就是皈依之后啊，跟他回向，然后，他病也就。转危为安了，就好了。好了，后来出院了。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同修就来图书馆，我说：“啊，你哥哥现在有没有把这个钓鱼这个戒掉了？”他说：“哎呀，不要谈了，又去钓了。”啊，他那个病好了，又忘记了。他那个杀生的习气又起来了。啊，那另外有一个。王居士啊，那以前我在戏子联社讲《无量寿经》台语的啊，他回来的时候，他都负责送回图书馆。那以前他们是住海边啊，因为海边呐、啊、都是捕鱼的，然后他也喜欢钓。他说：“道法师啊，我也没有什么嗜好、啊，我也不吃喝玩乐、吃喝嫖赌都没有，难道我就是喜欢这个钓鱼，这个也不可以吗？”说这个杀生会得多病短命报，你要不要？那这个他不要，说不要你就不能去钓了。啊，那我在的时候，他就在我送我，他去听经，然后送我回道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呢，他说法师啊，你最好不要再出国。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一出国啊。我那些钓鱼的朋友啊，他又来找我，那我手又痒痒的，又去钓了。他说：“你最好不要出国，那我来这边我就不会去钓。”啊，后来呢，有一次他我说：“那你要去练习吃素啊，啊，不然这个业消不掉啊。”他说他家里的人也没有完全吃，他儿子也没有吃素。他说呢，他太太只有煮一盘素菜，但是旁边有一条鱼。他说那个筷子啊，一拿起来就去夹那个鱼，就伸过去夹那个鱼肉。我说，那慢慢来嘛，你先吃花素嘛，哦，慢慢来，慢慢来。那这个方面啊。有时候啊，要改这些毛病习气啊，还真的要有一个环境依重靠照啊。如果我没有出家呢，肯定到现在还在吃肉啊，那肯定也不在人间了，肯定也是因为杀生太重，可能短命报，可能早就死了啊，这个说不定。所以这个习气它会生生世世
延续下去。这个是杀生第一个罪报。那么人常心怀毒啊，这个就会招惹很多不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海边啊，这个捕鱼的人，这个虽然有成赚，但是果报的不是很好啊。因为以前我在基隆海边渔港那个小渔港住过啊，那个小渔村也常常发生事情，什么他家人服毒自杀的啦，什么啊。很多事情，很多凶灾的事情，所以捕鱼的人赚的再多钱，他都没有办法致富。第二个呢，众生憎恶也不行，因为杀业重的人啊，这个、我们常常讲啊，这个人啊有一股杀气，那一股杀气呢，人就不敢跟他接近。看到他就敬而远之了，不敢接近，眼不喜见。第三个呢，常怀恶念，思维恶事，因为这个杀生啊，他会常常有这个恶念，常常去想那些恶的事情。那这桩事情，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有这个电动玩具，电脑这些电动玩具。那这个不但杀生啊，还教你怎么去杀人啊！那个电动玩具啊，哦，那个枪啊，嘣嘣嘣嘣嘣，哦，那个这个人都打死了。啊，他一天到晚在看那个，他那个阿兰也是都落入这个杀。他那小孩子，他就是培养他那个杀心。不相信，对面也有一间那个电动玩具。我那天去那边看了，哦，这个小孩子看，哦，那个瞄准，这就打，啊，他一天到晚在打那个，啊，他就常怀恶事，啊，那每一天在熏习啊，这个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那熏习成功了，就时时刻刻怎么样打死人，啊，最后自己也被打死了，就这样。第四呢，众生未知如见时，啊，众生看到这个杀业重的人，啊，就好像看到毒蛇老虎，啊，因为我们一般呢看到毒蛇老虎啊，我们都会很害怕，啊，怕被他伤害，有生命危险。这是杀生重的人呢，啊，众生看了都害怕。第五呢，睡时心不物意不安，啊，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心常常有恐怖，他醒过来呢也不安。第六呢，常有噩梦。啊，这两桩啊，我是啊，常年呢，啊，都有这个事情啊。睡觉的时候啊，我好像很少做过善梦，都是做噩梦比较多啊。那我也知道啊，这个跟杀生有关。常常做噩梦。那最近来这里这一段时间啊，这两天做的梦有比较好一点啊，没有那么恶啊。但是也常常做噩梦啊，心惊肉跳啊，醒过来心惊肉跳。那睡觉睡不好，你醒过来当然也精神也不好。所以这个常有噩梦，这个常有噩梦啊，就是杀业比较重。这一桩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在睡梦当中来勘验啊，我们杀生这个习气呢，过去今生啊，严重不严重啊，以这个来勘验。那么我刚出家的时候呢，经过三个月，前半年。第四个月到半年左右，哦，那个大概是烟熏再出来，啊，整个人就不对劲了，啊，整个人那个好像一股力量啊靠近身体，那整个发抖啊，心恐惧、恐慌、莫名其妙恐慌，然后四肢无力，啊，站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走着也不行，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啊。
那我去请问老和尚，老和尚说抄录音带，那时候了凡四训那个录音带就有抄。啊，请问日常法师啊，日常法师说拜八十八佛啊，但是拜的时候稍微缓和一点，但是拜完了又开始了。啊，后来我看到一个女众啊，天天呢、啊、去诵地藏经，她一个人拿一个小木鱼要诵地藏经。后来我想想，在家的时候也常诵，后来我就用跪诵的啊，跪在佛前啊，这样诵地藏经，这样诵了三个月，一天诵一部，那这个情况才慢慢消除掉啊。同时也发愿了啊，要效法地藏菩萨啊，地义不空，事不成空啊，那这个情况才慢慢消除。那么零三年那一次也是这样哦，坐立不安。那到西藏去是最严重，我以为会在西藏，我在四川就不想上去，大家说要上去，上去就好了。我说上去没死就不错了，还会好吗？啊，硬把我架上去，架上去差一点死在西藏。那个新加坡那个澳洲那个杰尼旺说到北京给老和尚报告，悟道法师啊。师父啊，悟道法师在西藏啊，奄奄一息啊，奄奄一息，真的差一点就死了 啊！这个杀业太重了、啊，那我也知道这个都是罪报啊。那么没有死掉啊，也算是大幸。所以我很少说做好梦啊，只有这一辈子当中只有一次，那在七八年前呢、啊。跟庄行师到那个四川报国寺去那边挂单，住一个晚上。那天是梦到护法神哦，韦陀伽蓝那上面那个光很柔和照着，哦，那天晚上睡得最舒服。那其他的时间哦，都是常做噩梦，都睡不好。啊，这个跟杀戒有关系。七呢，命中之时呢，狂步二十。这个我也有经验，因为我96年病得差点快死了，病到吐血啊，咳了吐血啊，03年就咳得像煞士一样。但是那个做噩梦啊，那是层层不断的啊，看到那些恶的境界，就像地狱一样那个境界啊，狂步二十，狂就发狂，步就恐怖。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啊，惊狂伤命报啊，还有这个恶病重病啊，横病啊，这个你看啊，这个得癌症啊，或者是其他癌症，现在就是快病死的时候啊，你没有打吗啡啊，受不了，他一痛起来啊，真的没有办法承受。啊，那个地没有动，有动都要钻进去啊。那么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人啊，送那种急诊，然后在医院看啊，开刀房啊，那些被烧伤的、服毒的啊，你去医院看啊，哎呀，就像人间地狱。那个在人间看到这个是花报，杀生的花报，啊、杀生的花报，那果报、啊、都在上面。在地狱、啊、那你这个花报不好啊，果报就不好，这是一定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能善终，有的人他饿死，这个跟过去生造的业有关，过去杀生，过去今生杀业太重。我们古人有讲啊，不得好死啊，不得好死就是你死了就不能好好的死啊，就很痛苦的死，不得好死啊，横死，恶病横病啊，这个《地藏经》讲，这样死，那、啊、这样死的都是会狂步恶死，死的时候很难看，脸色很难看啊，这是第七种罪报。第八种呢，八种短命业因缘。这个《地藏经》讲树殃短命报啊，
若欲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九，身坏命中堕于地狱。你看，这个死了，这个身体坏了，命中了，堕到地狱。那么这个杀业啊，我们在地藏经读到这个非常严重啊，这个堕地狱。十，若出为人呢，常当短命。这个是第十条呢，啊，从地狱恶鬼畜生，然后转到人间来了。那在人间呢，寿命都不长，都短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寿命短呢？跟过去生杀业有关啊，杀生有关系啊。这是十种罪报啊，这十种罪报。下面讲啊，如经所说，可不生戒灾啊。那如同经里面所说的啊，怎么可以不生戒呢？啊，这个杀生啊，不可不戒。所以这个不杀生啊，在要略真注到这里是讲圆满了啊，但是这个光是杀生这一条戒啊，它的境界啊，因缘格的非常的深广，非常深广。那我们这个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啊，也把这个讲得非常细。就是凡是有念头伤害众生，这个戒都是属于杀生，意杀，意业杀生。这个是我们要把它改过来，要把它戒除。那有相关的啊，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安世全书》啊，那么哦，物有如此，那么这一类的书，因果报应的书啊。多看啊，一般人我们多讲一些因果报应，这样大家比较会容易明了，知道做这个不杀生有什么好处啊？那你杀生有什么不好？这个就很清楚、很明白啊，然后可以这个大家就会比较乐于来。进修的啊，乐于来进修。如果对这个因果这桩事情不明白啊，大家修了会比较容易退转啊，比较提不起来，比较提不起来。所以明了因果啊，对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啊，就是你修什么因，它得什么果报。那么有了这个效果，那我们就有信心了嘛。这个叫正果嘛。这个正果是分很多方面、很多层次的，证实这个效果。就像我们现在做习斋法会啊，那老和尚早上也跟我们讲，证实这个习斋的效果。所以大家在这里发心啊，功不唐捐的啊，大家在这里辛苦啊，也不会白费的。就这次奥运保住了，大家应该安慰。没有我们在这边敲敲打打，恐怕那边啊热闹不起来啊。那这个大世间人他也不会给你赞叹，他也不会给你表扬，他还骂你迷信妖言惑众，他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基因的这个好，他给我们表扬就变良善，他就没了。所以呢，大家在这里啊花心啊功不唐捐的。所以老和尚讲啊，在这里做一天呢、就是天上的不报。为什么？因为人间没有那么大的不报让我们想，只好到天道去想。因为人不知道，那人也不会给你赞叹，他给我们骂几句，那又有消业障，那我们升的又更高了，是不是？他还来找你麻烦啊，这个都帮我们消业障。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做法会的当中啊，大家情绪上也是会有起起伏伏的啊，我也是一样啊。这里想到呢，时间这么久，是想来做一天，怎么变这么长啊？师父的话又不能不听啊。
所以我台湾很多事情啊，很多地方都取消掉了，换做别人他不干的。那么我现在讲的，那天跟大家讲一个六言六弊，好信不好学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要去学习。所以你遇到有一些状况，我们知道怎么去取舍。那如果说我们讲信用的话呢，不可以这么做嘛。我答应人家就要去啊，先答应的要先去，对不对？那这个习灾这个是后面的，但是遇到这个情况，因为老和尚讲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我们多年来都有这些经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了，就是那习灾要优先了，你灾难没有习掉，你那那些通通做不成了，对不对？那这个是最优先的，所以这个叫做六言六弊。所以信在一般的情况你要守信，但是遇到特殊状况你要调整，那个不叫不守信，让大家明白吗？明白。不要像那个尾声跟女子约会呢，那女子还没有到洪水到了，她为了守信抱着桥柱呢被洪水冲走了，那变成害到自己。那这个灾难没有消呢，我们大家都一起死了，那你后面的还能做什么？都不用了嘛，所以我们一个取舍，这样大家在这里啊，大家同共发心，我只能说一定有好处，一定有好处，因为你在外面啊，晃来晃去，走来走去，还是一天也是过去的，那我们忍耐在这边呢、啊。共修也是过去，但是共修有功能，这个常时心修啊，有它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在各方面的唱念啊、法器各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来练习，来加强练习，密集的练习。我们平常要找这个机会密集练习都还不容易。但是每一个方面啊，唱念法器，每一种法器要、啊、练到纯熟啊，你没有长时间当然达不到啊，要练到很熟透。那在这个当中起起伏伏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啊，有时候心情叫高潮，有时候比较低潮，这个都一定会啊，因为我毕竟还是凡人，但是遇到这些情况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调试自己。佛是调御丈夫，就是我们心情在这个当中要怎么去调。那我们现在出家人啊，修的就是常常会有这些情况，也是我们没有儒家这个基础啊。你看儒家呢，他就教这个了。这个喜怒哀乐，这个还没有发出来之前叫做中，你心里就很平静，中和之道。但是你发的时候呢，遇到这个境界呢，会有喜怒哀乐，那个发要终结，终结叫做和，叫做和。胡主席不是讲和谐社会吗？怎么和呢？我们喜怒哀乐没有发作之前，这个叫中，发而终结叫做和，终结就是你要调节到适中，不要太过分了，不要发的那个你高兴了 欢喜的时候太高兴会怎么样？悲，乐极会怎么样？那个喜啊，那怒呢？怒的太过分了，那还出问题。那哀伤不行，欢喜，你喜欢的人，喜欢的物，喜欢的各种，你喜欢的，不能太贪取，太贪取你会偏，怒呢，你讨厌的人，特别看到他就，就是特别，哇，这个我特别喜欢，
那就偏真偏赖，太上讲一种偏真偏赖、啊、所以你在这个当中，我们凡夫都会有这种反应啊，但你要调啊，儒家教你，你有这个反应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你要调到中间，喜欢的不要好的太过头了，那不好的也不要恨的太过头了，啊，也不要讨厌的太过头了，你把它拉平，这个叫做终极啊。那爱呢？比如说哀伤的事情呢，你也不要太过分啊，比如说父母过世啦、啊。那儒家它有一个期限，有三年啊，《弟子规》讲伤三年。这个当中啊，常常会有悲伤之情，但是过了三年，就要节哀顺变了，不能太过。啊，这个《孝经》也讲，你太过了，你哀伤到过度，伤了身体，那反而变不孝。啊，反而变不孝。啊，所以它有一个礼节啊，一个节制。啊，快乐的时候呢，也不能过，过头就乐极生悲。乐昏的头啊，乐极生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啊，为什么要先学人天法啊？这个就是这样啊。那我们看这个偶遇大师啊，他是我们敬宗祖师啊，他遇到一些事情，他都还要回来读四书，读四书。所以偶遇大师有四书的注解。要依照一些人事啊，进退不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去念念四书就解决了，你就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啊，那现代人他不读啊，现在不读这个老祖宗啊的这个宝贵的经验啊，啊，要去学外国人的啊，那没办法，那只有自己受苦受难。啊，遇到问题解决不了，现在外国人是要来中国求法。不是现在我们的中国，是要找我们传统祖宗的这个，它是累积五千年的经验跟智慧，啊，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很重要，不能认外国人为祖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上常讲，那些老人流出来就是老人言。你不相信，你一面要学外国的，那你就吃亏了。啊，你永远站在外国人的后面。所以大家要恢复民族自信心，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下课啊。